嗨大家，我是 AD， 今天来新店家挑战了、百富在台中公园路。那首先挑战超远，看一下其他基本规格。哇，叫美女分。这台有设定 L 啊，下面如果是按的话，请问触控？哎，进入 CD 啊。那这个 CD 的期待度约50%，全小玉都会抽选的，成功就会获得 bonus。那还是来聊一下为什么开机我会拼这一台啊？先看一下天气的相关资讯啊。那打这台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它 AT 不用追啊，那 AT 是无上限啊，不会进就不会进啊。那它电源如果重开的话，它会保留原居数啊，可以插转速表。因为我没拍到转速表，我早上看已经是500转了，我再追400转避开啊，所以不得不打呀。那另外这台如果是闭电的话，它会更改设定，它只要更改设定，天井就会变成600G 啊，那还是可以值得一试的。啊，进入对决，成功的话就会进入 bonus 啦。这游戏的 rush 继续率是96%。那就输了。那大家都应该看过这大力工作，在日本非常红，主要就是讲这个角色的形象符合日本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，他的技术高超啊，性格开朗，热心助人啊。好像开牌了，266G 啊，加上关机前的转速大概700多转啊。绿球的 bonus， 那不管是 regular bonus 还是 big bonus， 他们其实都是最重要，就是抽选一局脸或是 rush 超远 rush 啊。那结束了，那回来这场景就是高几率抽选一局脸，现在结束了到26G 了。圆呐、哇，这么大的圆！我的一局连呐、Big 也是一样，抽选一 G 连跟超远 Rush， 只不过 Big 还有50G 啊。高血率哦。那高血率就是有机会抽选到超远 Rush 啦。其实这台对我不错啊，之前在封城我也是100元不到就进入了超 Rush。然后漏了3000多枚啊，但这台哈、真心建议 AT 不要执着，打不进去就打不进去，没关系的，这台该放就放，因为它没有所谓的上限，也没所谓的次数啊。再一次，哇，车，我好像蓝色就进了 rush。这台就是我的本命台啊！哇，不会抓盘！哇，今天在这里的第一站，太顺利啦！
打打的一样。而、这个主要的卖点就是继续力求16%了，平均可以获得1500美元。我看到人家四冠刀，我正在想替他哭一哭啊，连装下去啊，二回啊。哇，很快的来到10连装，哦，屠戮1级 extra 啊，这个成功的话期待度是3300。这个在讲鬼陀家和铁珠家之间的纠结，正义啊，邪心，威吓，看起来就是鬼陀家是一个有钱人要买这里的土地啊，要威吓这里的村民全部搬走。那我看我阿元大展神威，破！哇，不会破的啊！啊，那就持续不断的连装啊。那这 Rush 出的连装还有两个模式啊，第一个是抽血库存，第二个就是它的 bonus 会变成超 bonus 啊，从30G 哎获得了超有 bonus， 哎又获得库存啊。啊，那超有 bonus 就是本来是30G 变50G 啊，哎再次获得库存啊。变了，局边赢，这是增加库存的部分了、啊。哎，三只。那小时候如果玩任天堂红白机啊，就应该玩过这款大力公投啊，它是日本经典角色，那是由日本游戏公司三洋物产所创造，以下町为舞台，而本作就是充满怀旧的气息，手持大木锤独立对抗小破坏老城镇进行开发的邪恶建设公司啊。那最早是在1991年移植到红白机啊，那其实就是大力公投去对抗建设公司的故事啊。那直到1996年，三洋物产使用大力公投推出国清哥西亚大力公投啊，并成为人气作品。所以至今都有四个系列作了，那不止木作，还有寿司店跟麦桥面店，哇，剩下啊，那就是没有连装啊，会进入 final 价局。那 final 价局对决这个鬼头，那胜利的话 ，Rush 继续。接下来会变成超级赛亚人哦。我真的被招出赛了。哇，想就输了啦。啊，总共获得1081枚啊，不错了，第四轮就进入了 Rush。好了，那我们不恋战啊，寻找下一台。哇，这个番长是已经现在是有一场必备机台啦。啊，那我们还是首先看一下机台基本规格。啊，挑战番长式啊，主要是跟大家讲啊，重开机之后他身上会带补。那攻略上带火是在压人模式啊，但是重开机它必有火，而且会传承之前的模式啊，所以开机它不一定是在压人模式啊。然后另外看一下转速表这个蓝色的外框，所以可以根据转速表的一些效果去判断目前的模式啊。啊，那进入中次郎特训啊，这是特训的上位演出啊，也是番长式的新角色啊，期待度率50%。
啊，刚才讲那个转速表，刚才有看到裂痕啊，所以它骑在度是比较高的、啊，所以可以依据这个转速表一些转速去判断一些模式啊。那给大家提供一下转速表的一些模式居速表。所以当 AT 结束之后啊，有两个模式去判断了、啊，一个是压人模式，如果班长身上有火，那你一定要达到149G 啊，那基本上下装之后都是达到拉回区间的99G 啊。那这班长是这个机台也蛮特别的、啊，会开前面就会开了。总的来讲，6.5号机我一律觉得前面就超2-3只就好了，不开就是真的不开了。哦，现在如果中铜钟就是完全胜利了，来一只，哎，哦，亚伦啊，我那是确定啊。哦，蓝漆，难得一见啊，蓝漆啊，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蓝漆的功能啊。那这里选择角色就有三个嘛，班长、勋老师跟超。基本上勋老师就是完全高智商，比较简单啊。那红漆跟蓝漆最大差异就是3次跟5次。好，你看现在因为是蓝漆进来，所以他居住是有5G的抽选机会，那红漆就有3次。那基本上蓝漆的进入 AT 的几率非常高啊，高达70几%样子。好，那如果再中一次啊，就会进入对决啊，获得一次对决机会啊，而且对决还是必胜。喂，这是高设定画面啊。第一次进入第一次的 Deep Rush， 啊，这翻掌 AT 啊，最主要就是获得桶中啊，它会依照桶中的次数去抽选 bonus 或上层，那依场景不同，有所需的不同的局数。这个场景只要24个铜钟就必对决，哎呦，提早对决了。那这对决啊，主要是靠小玉去获得对决的几率。铜钟，哎呀，加了20G啊。啊，来转速来到33G 啊！哎，对决疾风啊，这个不良少女啊，躲避球。想当初在玩集中啊，不班长初代的时候啊，这躲避球是一个激烈演出啊，啊，那时候画面小小的，不是很漂亮啊，哇，现在很漂亮。哎，接住了，哇！用排球的方式打回去啊！哇，又是加20G，哇，很快的来到残3G啦，感觉状况不错，结果哎，对决哦，对决的狂拳啊！居然成功了，
再加20G，哇，马上要产2G了。现在总美数来到311倍，哎，又再次对决，哎，蛮会拉回，哇，这个看到这就是不得了，完全胜利，这真的是确定胜利。家伙叫青树啊，小黑人呐、啊，哎、欸，哇，怎么都是二十区？哎、欸，好像是我的保健室老师啊，这是我们勋老师的暗恋的对象。哇、哦，王哥，王哥。网哥啦，对决网哥都是高期待的演出啊！不要看我们网哥长这样，他可能才18岁而已啊！说胡扯了，哇，又是20G，怎么一个波浪式都不会有？再次来到残3G啦。啊，获得总美数432美。那 AT 结束后啊，不要急着弃台啦，至少要达到150G 啊。那再次对决疾风啊。那因为我 AT 才刚下庄啊，他在下庄有个规格，就是在下庄之后，如果对决胜利的话，会继续拉回 AT。喂，他的纸箱布都破光光了。哎呀，那就 AT 拉回了，再次继续。枚数增加到273枚，哎，绿色直升机呀！哎呀，怎么今天这么多网哥？对决躲避球啦！哦，4颗星。哦，帅帅帅帅帅！哦，帅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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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是20G，整个从头到尾都20G。哇，好险有在接对决！哇，强一只啊！对决角色是一个海龟的美国生啊，他自己叫自己是 ABC 啊。那现在转速来到586转了，快要天井了。这个天井是650，哎，自回预告啊！哦哦哦，童子拜观音，哦，难怪哦。这么爱拜观音，哎，直击 AD 啊！哇，妥妥的一个肉包啊，118枚。哎呦，很多纸哦。横纲啦，翻掌横纲，开玩笑了，再次波纳斯卡古队了，哇，
便当。哇，次次回预告。顶乱死。男のてっぺん、いただくぜ。哇，来学个超好了。那超是最终告知啊。哇，看到超就想到我的初恋啊。那时候天天去操场跑很多圈啊，以至于我当初的身材是跟番长是一模一样啊。啊，那结束之后就是以最终告知，然后抽选，呛死呛死又呛死，哇，最后一个是对决。那再继续顶落去，看看这只会不会大只一点啊。这个翻掌式我也是不会打不好啊，就是顺顺的，他美术不会爆震，但也不会咬太凶，一个很适合娱乐的机台 啊如果初学者想玩的话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入门机台，毕竟他天井也低。次次回预告，好险来了，完全告知啊！基本上次次回预告应该会至少有两只啊，保底两只。哎，加了三十 G 啊，终于突破了，从二十 G 变三十 G 了。哎，再次对决了。哦，哇，这个波浪是这么难抽，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进来了，轰大事啊！在这个场景比较容易获得对决，应该是必对决。哦，来了来了，落音了。回预告，哎，完全胜利！这翻掌顺的时候是真好玩啊！回去吧。啊，那美术获得430枚了，继续加油啊！啊，今天初体验还不错，百战百胜啊，新手运啊！哎呦，跟这个枪一致。不会！哇哇哇！来来来来，屁股军团！哇，这个三个屁股，谁受得了？哇！我最近去一个高中闲逛，然后看到打篮球，哇，那每个人身材真的跟番长他们都一样，又高又瘦的。这是未来国家的栋梁。
到轰大市啊。应该对决了，哎，还没。来吧，哇，这个吃了药的狂犬啊，有机会。那是确定了。那最近这个有活动啊，只要打满1000枚啊，就会抽红包。现在快1000枚了，1000枚了。啊，那获得黑马。抽红包啊！来了，抽个红包哦！看我抽到多少啊？大家看一下，1000枚啊！打开，揭晓！哎，500分，这500分啊！啊，叹气啊！啊，接下来继续奋斗了，来个彩色叫。哎，30局还不错了。好，来到前3局了。哇，已经顶上啊！来吧，中次郎！啊，这如果一击地上就可以来到最强的场景了，豪顶格啊！啊，豪顶格可以是获得大量拘束这个场景。救我！拉上去！啊！啊，总比数来到983枚啊，太可惜啦。好了，那接着换今天挑战第3台。哇，好了，今天挑战第3台了，哥布林杀手了啊！今天一直开牌也让我觉得不累不累啊，很有精神，很有体力啊。那我们继续把它赢下去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台的基本规格喽。这台妥妥的万枚机啊，爆发力非常强啊，但只限在超上位模式啊，其他模式一律没用啊。那这台有人说也像明神啊，就是也是天劫是1500G 啊。那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他的洞窟啊，要找哥布林啊。啊，那找到的话就会进入对决哦，红色的。红色的刀，红色的剑，应该是有机会对决哦。哦，被偷了，这就是哥布林啊，丑丑的哥布林啊。那进入啊，这是哥布林杀手机会啦。这个期待度蛮高了，70%了。只要是蓝霸连线，就波纳斯确定了。哇，还是没开啊，剩下最后一回啊。那目前转速是来到576转啊。这台的有利区间啊，其实我会建议打到300局啊。
过了300G，就很可能到天井。啊，天井模式也比较特别啦，1500G 的话会抽选1/2 88G 蓄率，或1/2一般G蓄率，也就是56%。没有，这就是所谓的冻结吗？哇，今天真的大爆发啊！角色全登场了，最后就是我啦，帅哥的我 AD 哦，金色的奇勇。哇哇哇哇哇！接着重点就是可不可以抽到超上位啦？啊，因为影片的长度关系哈，这部影片我们下集再做一个详细的介绍。好，白富你富我也富啊！得了啦，下周就国庆日双十节啦，啊，在这里跟祝福大家跟我一样打好吃好睡更好啊。最后影片制作不易，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与鼓励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喽。